Rotary 领养院位于列治文四号路和 Alberta 路交界，是救世军属下，由救世军管理。Rotary 领养院共有十个私家房，而每个房间设有一个完备的洗手间。每个私家房间都有自己的露台，望落去仲可以睇到花园、池塘同弯弯曲曲嘅小径。领养院有一啲院友共用嘅设施，包括饭厅、客厅、一间静修室。